对，这是我第一次，所以很紧张，但是也很感谢 All Saints 这次的邀请。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穿搭吗？今天我穿的是 All Saints 的小洋装，然后黑色的靴子，还有这也是 All Saints 的丹宁外套。现在你自己的衣橱平常有什么 All Saints？就是我们家还蛮常买 All Saints 的衣服，因为我们觉得它的品牌很有设计感，所以我也会常常穿去学校。你都买些什么样的单？我会买它的帽T hoodie， 我会穿它的 hoodie， 然后还有 sweater 之类的。对，我们聊一下你私底下的穿搭都是风格。虽然我平常都穿比较休闲的，但是我有的时候也会穿，就是 hoodie 加上短裤，然后我经常买他们的衣服，因为我觉得就是 All Saints 很好， All Saints 的衣服都很好搭配，然后也很有设计感。最近在忙些什么？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？我最近在准备我第五首单曲，就是这首歌是比较有科技感的，也比较 hip hop， 所以希望大家能喜欢，谢谢。所以最近在忙着练舞吗？最近就在练习准备这首新的单曲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然后我也会努力的给大家新的作品。